2015年，一部《琅琊榜》让我们发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演员。胡歌在吗？上海母子，靳东呢？哎呀，靳东啊，你比那个《闯关东》的时候胖了。刘涛，看见刘涛在这儿。因为今天你们来了，所以我来了。作为歌手在舞台上演唱，很荣幸能够第一时间享受到观众的掌声，但是作为演员很少有机会享受到这一刻，所以今天我提议我们伸出手为自己鼓掌。音响师，这首歌能不能不要放音乐了？我想清唱给大家。孤独站在这舞台，听到掌声响起来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经过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等待，告诉自己要忍耐。一起来，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你的爱将与我同在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歌声教会你我的爱。那我们要请出毛阿敏为我们带来《时代回声》。在90年代，有一部万人空巷的电视剧，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女人都想嫁给那个叫宋大成的男人，我也是。下面就把《渴望》送给大成哥李雪健老师。难去舍，悲
谢谢，谢谢您，大成哥，谢谢。